小包小包，哎，这反复烧开的水喝着会致癌吗？这种说法完全不科学。小包，来过来。请吩咐。我想看医生。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医生。我最近呢，总是胸闷，上不来气儿。救我！救我！奶奶，哎，看我这个画画的好不好看？哎呀，真棒！小宝，小宝，哎，我要听京剧。女儿发来照片了，这是我正在工作的照片，这是我们食堂的午饭。这是我办公的大楼。小包，小包，哎，什么时候是春节呀？距离春节还有29天哦。今天天气阴，当前温度1摄氏度，西北风1到3级。小包，小包，来了，请开灯。奶奶，下午3点了，该吃降压药了，请服用2粒。